更紧张，还是说会更紧张？其实，怎么讲？如果说没有零钱家庭，好，我们分两块来讲。一般旅客就是第一个自动驾驶机的驾驶嘛，好，这个是可以理解。那我学生数也有提供，那收到的钱还是一样，就是来付，就是今天的营收收一收，明天完全就收到了。那如果是机器的话，只是说连锁的走起来，比如说两天可能有一桶的嘛，好，可能会变成一天半左右。那其实会不会说，比如说我刚刚准备多少钱？那我那时候会。